摩西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所有的器皿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心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与主同心志，他在万世之前有圣父所生，他是天主与天主的天主，虽是光明的光明，虽是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圣父所生，与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圣同体，万物皆因他而成。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得救，从天而降，他也成神，又从圣玛利亚处的肉体而成为人。他在本在地大我的天使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是以圣灵所在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是仍然活在圣父的右边。他为了我们的救赎，受死的死刑。他的神国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有永远生命的神，又照父之子所赐的，他活成圣子，同受恩宠，同得光荣，他在圣子之前和后面。我信唯一的圣灵，中共中共全体教会的教会，我信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的救主，我祈求世人的救主，我信的神。各位尊敬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呢个团体，将我哋每一个人，连同自己嘅家庭。我哋嘅教會，我哋香港社會嘅需要，向天上嘅慈父懇求。信有道文嘅答句係 ：Lord, glory, hear prayer。請為普世教會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我哋感謝你，讚美你。求主祝福所有基督徒，讓佢哋有能力依恃主嘅戒命，不要只係顧住私欲同埋享樂。多啲以愛得關心同埋服務身邊有需要嘅人，而彰顯天主嘅真善美。為此，我哋同聲祈禱。請為社會和諧祈禱，是我哋生命嘅主，我哋感謝你，讚美你。近日在台灣和香港都發生了傷害親人朋友的倫常慘案，求主時刻提醒我們愛惜親情和友情，寄予生命的寶貴要好好保護，並求主降福人類和諧，彼此尊重。為此我們同聲祈禱。怜悯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近日香港的气温一直反复乍乱横行，令人难以适应，容易被病菌乘虚而入。求主护佑各人的身体，使大家健康，同时医治患病的人免受煎熬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带领我们同死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还有不够两个星期就到复活节，求主继续帮助慕道者准备自己的身心，开放自己接受基督的爱，弃绝旧我，不断更新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我哋明辨嘅心，唔好追逐世俗嘅荣华富贵，而要追随你侍奉你。天主喺我哋心入边，仲有其他恳求同埋需要，现在让我哋一一奉上，同你亲自聆听与抚慰。我们求你想赐恩宠给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使到我们能够记得今日读经给到我们的启示。人光明的时刻，
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愿意为人牺牲的时候，就是赶走魔鬼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从为人充满爱心的时候，我们这样祈求，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基督的名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祈求。请坐。奉献为歌书第244首，神是爱。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你为恢复我们心灵的纯洁，制定了充满救恩的时期，帮助我们克胜私欲偏情，并在处理尘世变幻的事务上懂得追求永恒的真福。为此，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一起歌颂你，不停地欢呼。
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，又感謝了你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。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，因聖神合而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義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，我們的主教楊明章，以及全體教士，使他們在愛德中日趨完善。求你垂念我們的兄弟姊妹，他們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。正求你垂念所有的活世人，使他們享受光辉，求你垂念我哋众人，使我哋能够同天主之母、同精灵福玛利亚、圣母嘅正配圣人室、诸圣宗徒，以及历代效法你嘅全体圣人共享永生。并使我哋藉住你嘅圣子耶稣基督，赞美你，敬仰你。
幸福同救主耶稣的来临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赐我们今世平安，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离罪恶，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教会安定团结，你是天主永生永活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。
主效榮，歌書第291首，給我清潔的心。
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既分享了基督的圣体圣言，求你使我们时时能作祂的肢体，在祂内生活。因此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。所以临时宣布的，复活主日婴儿领洗的那些父母呢，请你将你们的申请表早点交回给我，我要准备。那天婴儿领洗是在复活主日下午三点的，请你两点半来到这里，我们有个简单的 rehearsal。 圣周的礼仪和往年一样的时间是圣周四晚上八点，圣周五下午三点，跟住有拜苦路，然后圣周六晚上八点。咁弥撒后我哋会有拜苦路嘅，欢迎大家参加。愿主与你哋同在，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嘅降福。上主你嘅子民正期待你嘅怜悯，求你降福佢哋。岂能由你手中接受你所启发他们渴求的恩惠，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在你们当中。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来到这间圣殿，弥撒礼成。礼成咏歌书第208首 Dear Dolorosa。You.